东方卫视三月影后当家之蒋雯丽娘要嫁人将于三月二十七日晚开播。近日导演乔梁携主创蒋雯丽、潘之琳、张鲁一等人齐齐亮相，为该剧卖力吆喝。据悉，蒋雯丽所扮演的漂亮寡妇齐之芳一直都在为爱而婚和生存而婚之间摇摆，遭遇了多个靠谱或不靠谱的男人。在剧中与老戏骨于荣光、张鲁一、李立群三位男演员分别谱写不同类型爱情故事的蒋雯丽可谓尝尽了爱情中的酸甜苦辣，而当记者有意提及老公顾长卫时，蒋雯丽显然不愿多谈。三个不同类型的男人，您偏就是自己生活中偏爱的是哪一种？生活中都喜欢，都喜欢，三个加起来各有优势。那个顾长卫导演是不是其中某个类型，还是都不是？加起来一定是。所以就是我们平常像看顾长卫导演觉得他是一个挺严肃的人，那生活中他会不会对你做一些浪漫？我们再谈一谈这个戏好吧。虽然演惯了这种苦情类的剧情，但是蒋雯丽还是自曝了该角色最难的挑战点。其实比较难的就是分寸感，就是我到底是一个就是更往母亲方向去一点，还是更往这个就是这个风情方向去一点。因为如果太母亲了吧，那男人可能就不喜欢了，如果太母亲那个太风情了，孩子可能又不认可了。对，所以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分寸。我觉得挥别电视剧金婚五年之久的蒋雯丽与张国立将携手演一部喜剧，而提及老搭档张国立，蒋雯丽的态度立即缓和了不少。对，我下面就要接下来下个月要跟国立一块儿去演一个喜剧啊，张国立，对，我们也是继金婚之后再次合作。近日因网络流传的抗日题材雷剧万箭齐发一秒穿裤而引发热议的潘之琳，在被问及相关细节时，直指导演的拍摄手法与后期剪辑都占了很大的因素。那个其实拍摄我觉得导演的就是拍摄方法包括后期的剪辑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决定因素的。包括后来的话，其实这个是最原始的材料的，其实后期剪辑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至于网上怎样会再流传出来，我也不是很清楚。对，